对对对，好香啊，辣的味道。哦，辣子的味道。我还以为是老婆的味道。老婆你可闲，你看。在打哈欠啊，这不是。那你躺着就会打哈欠啊。你这样拍一会儿吧，你不要这样一直平躺。再给你放个姿势。呀。 哎呦，坐不稳。你这样子没力，你这样子不够直接吗？你调整一下。嗯。别压呀！你在干嘛呀？天才呀！你疯了吧？值不值？ 话是不能说。龙王也是躺着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龙王是躺着的呀？给你们看一眼龙王。别人躺着，人家是腰疼。你大白天的，你躺在这边干嘛？啊？躺在老婆的下面。 你在谈什么呀？起来干活了呀！这姿势躺着对腰很好的，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要用这样躺。 你去查查小红书吧，你有知识可浅薄，就这样趴着，趴着可舒服。啊，有人说老婆的脑袋可秀气，<笑>做姐夫的猫可委屈，真的不委屈啊，他就是要骂一骂，才会知道主人是谁。对，腰椎间盘突出了。 每天起来倒着，为啥我说话有荷兰口音？我没有荷兰口音啊！哎，你这样趴着给大家播一下，你调整。拿话出来说呀，把你以前的那种环境嘛。 洗澡咋办？最近一两天都没洗澡，因为在贴膏药嘛。这贴膏药都没洗澡。最近都没贴，贴着膏药嘞。 Body ain't it very well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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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Da-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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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. 亲亲我的宝宝，亲亲。 躺着会疯的，真的假的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 谢谢，欢迎新进的宝贝们，大家没亮灯牌可以亮亮灯牌。
没亮灯牌亮亮灯牌哈，我们一会儿去打 PK。没亮灯牌加入一下我们的灯牌，我们一会儿去打 PK 喽。先这样看头发，可是全压下去了，我头发其实算多的，你看，可浓密了。沙发不能躺沙发，我们当时买的这个沙发是硬的，不比我的床软，我告诉你，当时买这个沙发还蛮硬的。谢谢谢谢小星星，谢谢。一般几点睡？我一般现在这几天睡得早，像昨天就很早就睡，因为今天早上很早就去医院了，昨天晚上真的超级早就进入梦乡哦，打会儿麻将就进入梦乡了。你没有到床上？这种死亡角度，不要点枕头。我就能承受各种角度啊，360度无死角啊，像李佳华就这个角度他就播不了。等一下，你烦。我们就这样播，上上票，老铁们，我们以后直播风格就这样去打把 PK， 你说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把陈绿赢回来。对，把陈绿赢回来，走，姐妹们，咱把陈绿赢回来，可给他嘚瑟了。我今天就躺着直播，主播正在和别人连麦，行，我先放过他，咱先放过他，先放过他。音乐断。还有在播吗？对，想和别人 PK， 大家都可忙，站着其实还蛮累的，有点累，也不有点累。欢迎白菜，欢迎白菜，我们的新的直播风格喜欢吧？我们随着我们的身体变化而变化。哎呀，为什么我的刘海不像你一样可以贴住啊？我们的，往你这边拿一点，不然手机掉下来了，一会儿砸到我的脸。我放你那边一点。这是我们的新的直播风格哟，因为我只能躺着哦。笑死。老婆，别把手机砸下来了，我往他那边放一点就好了，往他那边放。我会接住的。等一下，我他不要乱抖，抖了吧。肯定会疯狂截图，我要把这好看的姿势。这可莫名其妙的。容易疯啊！我这个不是床，我这是沙发哦。哇，666！哇哦！爸爸，我要咳嗽，你快拿过去。姐，我打算明天把头发染一下，所以你们看我头发油油的，那是因为我故意不洗。就染发前一定要把，就是一定要让头发油两天的，就会保护头发。跑起来呀，哪
超值了。看他不是很顺眼最近。就今天就把头发染了，就把染了，直播给大家染发了。老婆，你去哪呀？老婆，不理我，不理我，他在跟别人欢天笑语。自己染发会翻车吗？不会啊，我经常都自己染。我除了那种上次那种就是银灰色是在外面染的，一般的正常颜色都是自己染就好。像染发膏就像洗头发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那等给大家染。打 PK 好，马上打，马上打。一会儿又打哈，咋啦？你是准备要给我上分了是不是？一直出来打PK。现在是褪色的，对对对，马上连了，马上连了。我看有谁在哈，代表我。Hello。好久不见。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。你脖子上最近都是用加新叶的号在播对吗？对啊对啊。好，那我关注一下你们这个号吧。我也点。我以为还是用李佳华那个号在播。没有，最近感觉日头不对，我们就换号。哎呦，好会呀、啊。对啊，你怎么感觉？你可以教教我吗？我。啊，就是视频的流量感觉不太稳定啊，我们换，就是有在那个降群。哦，你的那个脖子上在掩盖什么东西？脖子上就是被蚊子给咬了。这个也没必要掩盖啊。嗯，我来了。就是有一点怕脏到大家的眼睛，就是遮一下，遮一下。他最近腰不舒服，就在那趴着。哦，挺好的。最近腰可能是。我们玩什么今天？你说吧。上次你教我的那个数鸭子，我玩到了一个进阶版。怎么进阶版呢？版说说。就是在过程一直数，就是谁的票少的一直数，然后数到，就是数到对方的票比你高为止。啊，很难。那我们来玩这个吧。数下去。那玩这个真的吗？可是我上一把玩了这个了，已经。会怎么样呀？那我们要玩。我也想休息一下。还要玩这个吗？可以啊。所以我想休息，真的很累。好，那我们换一个吧，换一个吧。我等下用这个去跟别人玩。好，你可以玩个这个，你用这个跟别人玩，真的是，你是这个游戏的发明者，然后我们只是对这个游戏进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改良而已。那你说一个我们的惩罚，因为很久没有直播了，感觉最近有什么新的惩罚？我最近就玩了这个数鸭子，然后好像没有了耶。还有玩唱歌的，就是唱那个《相片再见五百年》。那你说吧，你说吧，我感觉你们的游戏比较好玩。我们你输了，你跟黑皮撒娇吧，撒娇八年。对，那你输了，你就给你老婆撒娇，然后我说内容，然后那对你给老婆撒娇。那你说你让黑皮跟你撒娇。好。OK。好，然后我说撒娇的内容。重连吧。好，重连了。欢迎欢迎，谢谢撒娇吧。那我先闭麦喽。好。我本来想放过他的，他让我给我老婆撒娇，那就黑皮也不要想他。赢了他也撒娇，刚刚是谁说的？来滑上去，我看看是谁说的。小佳。赢了也撒娇。不是，酒后撒娇全怪恶心人了。赢了我趴着撒娇。他是让我撒娇啊，宝宝。没有啊，不是撒哦，赢了也撒娇。
呀，你说我撒娇，哎，我撒娇，然后评论里面说，哎呀，可别了，可油，去油，姐夫，你今天好油啊。赢了，让我躺着，你让他给我撒娇啊，哈哈哈哈，可好。小声点说话，你下不要下去，你多在这里多好，手不要这样弄，不要。压下来，有点感动。谢谢大家，小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他最近可听我话，就是我有一种那种呼风唤雨的感觉。谢谢兔子，谢谢兔子的桃夹盒子，谢谢兔子。好乖哦。医生说他这样拍火也很好，就要换着姿势，每个动作几分钟，每个动作几分钟，不会不舒服啊，有定的那么软的东西。谢谢佳佳，谢谢佳佳，谢谢佳佳的贝壳，谢谢佳佳，谢谢，谢谢米。我其实我不知道为啥，我感觉巨蟹座就是很享受那种照顾大家的感觉。谢谢黑兔，谢谢黑兔。电脑比较好，其实我最近也想在要写想换电脑，我不太懂得电脑什么电脑比较好。谢谢表妹，谢谢帅哥，谢谢 Miss 王，谢谢大家众筹啊，谢谢大家的众筹，谢谢大家众筹，来大家小礼物众筹一下。这边很闷的，不要小看这边，这边真的很闷。阿哥，外星人可贵，你说？你就这样摸着我的头发飘。谢谢乔咪咪，那你来谢吧。谢谢大家众筹，谢谢小星星，你不要揉我的头发。我给你弄了。谢谢 Miss 王，谢谢 Miss 王，谢谢大家。天赋多了。那你要再放个姿势？不要，我先这样。他先这样，不行。谢谢大家的众筹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可爱。谢谢我幺儿送的打谢幺儿，这局结束给他喂点水喝。哎，你现在能喝吗？我现在喝不了。他现在不好喝，那他先拍会，因为他刚想换姿势的。大家看得到他吗？看到不行的，没有啦，没有，他只是舒服一点，他其实没有很痛，大家不用心疼。不用心疼，不是说不用心疼，就是我是想让大家不用过度的去那个。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的打 call， 谢谢。金宝怎么了？星最近腰疼，有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。谢谢潘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明子王。谢谢姐姐，可以弄个吸管，好，但我家没吸管，明天去买一袋吧，什么呀？吸管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用吸管喝水。我要起来守塔。走开，我自己可以。我要起来守塔。你知道那天有个有个我们嘉兴饼干的家庭成员，可搞笑，他叫小琴去买个尿壶吧，就躺在床上用。谢谢 Miss 王，谢谢 Miss 王，大家手手谢谢白菜，谢谢我白菜姐，谢谢白菜姐，那个是什么？达达，谢谢我白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小收一下，还十秒，我们收一下，谢谢潘达，是哥哥还是姐姐？谢谢我潘达的保时捷。耶，谢谢白菜。谢谢白菜，谢谢小佳。谢谢小佳，谢谢姐妹们。哇，谢谢。乐福大妈姐姐，谢谢猪肉姐姐，谢谢吴宇姐姐，你过来白菜。谢谢85号老婆姐姐，谢谢秋雨姐姐，谢谢孙姐姐，谢谢公子，谢谢三八，谢谢05、13。你给我坐。谢谢。好，起哎呀。来吧，你的腰还好吗？要不然躺下吧。没事。我昨天才去检查，我这两天
就是躺家里边躺了两天，四肢都要躺退化了。我觉得你是去看的中医吗？因为我妈就是有那个腰不太好。我打的 CT 啊，腰间盘腰椎间盘突。腰间盘突出，哦，好可怜呐、啊。然后这两天就最痛的时候好点了，睡点硬板床应该能恢复。我就在想，对，就是要床不能睡软的，对，就是要睡那种很硬的床才可以。好，那撒娇吧，你们撒娇八天、啊。你们说。你们说什么内容，然后他念给你。你搜一下，他网上有很多，然后你选，你自己选吧。我自己选呀、啊。嗯。你不是买没到呢，床板也没到，都没到。撒娇吧，撒娇。这个念给我听，第一个，你就顺着念八个吧，你就顺着念八个吧，开始吧，你要很缠，很娇柔的那种念给我。但是我学不来呀、啊。不行，你平时那么骚，你不露脸吗？你露脸，你露脸呀、啊！你这样都没代入感。怎么学啊？我这学不来，你就开始吧，你开始。你感觉。你就感觉就是最、啊、最嗲的那种，不理你了，真讨厌。不行，我真的想不来呀、啊。你平时那么骚，你平时的那种语气。不要这样嘛，行吗？可以，你是念全的，你一句掉。别这样嘛，别这样嘛，之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嘛。啊。然后还有第二个，今天有没有想人家呀？呀、yeah, ，哎呦，还有一个就是，人家不要这样啊，不要嘛。好恶心啊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你念这个，第十个这个，你才傻瓜呢。还有一个，第十一个，你今天有没有想人家呀？不想，你走吧，受不了。我们走了。好，那你们玩开心。好，你也是，你注意身体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拜拜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好。哦，行了，对不起，刚刚谢谢大家，一整个大激动，对不起，一下从床上翻起来了，一整个大激动。谢谢大家。激动啥？感谢宝贝。别这样坐着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我说。站起来，小心，线别绊到了。接我来一遍，接我等一下嘛，那小心站呀。